嗨，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本周的每周华尔街的节目。今天呢，节目里面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呢对于这个市场的看法，以及呢我们在过去的一个周里面，我们整个的这个交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哈。好，首先呢，大盘，我想呢最近围绕在大家这个耳边的重要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大盘到底怎么样。市场呢是否会开始进入到这个整体的一个向下的回调？我觉得呢，问市场是否有向下回调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可能我们在这个点位，我们就有人问过，可能呢，换一个笔哈，可能在这里有人问过，可能在这里也有人担心，可能有人在这里也有过担心，甚至说这两个点，可能大家都会有担心。每当有回踩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想，是不是上涨结束了，要开始步入到下跌？其实呢，每一次确实有点回踩，但是回踩完了之后，你看它还都是往上去走高了。那当你在这个点位、这几个点位都开始有想法，是不是要开始大幅度下跌了？市场要开始进入到大的调整阶段的时候，一次一次空头被抹杀啊，反而换来的是市场一个温和稳步的向上去走高的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要验证一个点，就是大家时刻要把这个牛市轻易不言顶的这句话放在我们的脑海边，不断的去提醒自己啊。所以呢，我也是我们在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的一个主动性的一个做空，然后呢，我们的失利，我们也把它总结成经验。那这一次的话，我也在告诉我们的会员，大家一定要轻易不言顶啊，一定要好好的留住，把这个仓位给拿住。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SPXL 的仓位，可以是从12月份买的，一直拿到了现在12月底，现在已经拿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了。我们这3个月呢 ，SPXL 呢实现了26%的利润啊。然后，我现在只有2个仓位 ，SPXL 和特斯拉在富途牛牛的账号里面，总共的这个持仓的资金是16万，就这么2个仓位。那什么时候这个大盘的趋势会向下破掉？什么时候呢？我这个 SPXL 呢，我才会清仓。但目前来讲的话，还是不需要的，因为整个的这个纳指这个图形，你看它就这一轮就没跌过20天均线，就没有正儿八经的掉过20天均线，整个其实就是在20天均线的这个位置上面维持了这个上升通道。而且你不觉得这个上升通道走得很温和吗？还没加速啊，大盘现在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加速的这个阶段里面，所以可能很多朋友也会觉得，这个地方这2天涨不动了，是不是有可能会进入到回调呢？我觉得呢，我们不需要去担心这个事情，因为牛市轻易不言顶，能掌控市场的涨跌的还得是华尔街的手。华尔街可以说指哪打哪，我让你谁涨就让你谁涨，那还得听华尔街的意思啊。所以暂时呢，从日线级别上还是一个妥妥的这个上升姿态。那回到30分钟的图形上面啊，怎么办？30分钟层面上，此时此刻有没有下跌的迹象呢？此时此刻还没有啊，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引入了我们的这个 AI 的智能化交易。当这个市场要从高点开始往下要走的不好的时候，尤其是高位有过这种整理姿态的时候啊，它一定会匹配一根红色的我们的 AI 的信号指标啊，一定会有红色的 AI 的信号指标。所以你看，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红色的 AI 的线在这个地方呈现下跌。当出现连续2根红色的 AI， 比如说第一根红色 AI 在这儿，过2天股票又开始往下掉的时候，又出现一根红色的 AI。 因为股票往下掉的时候，大家可能想说的是，是不是可以抄底了？什么时候可以抄底啊？如果说迟迟不见第2根红线下移，那是可以抄底。但一旦发现第2根红线开始往下移动的时候，可能还会有第3根红线，甚至第4根红线再去压制。什么时候呢？把这个红线给向上做了一个突破，才能去做多啊。或者说，在没有红线，就是在没有第3根红线突破之前，而是在反弹的，比如说一次性掉到这个地方，开始反弹了。虽然红线在这里还没有突破，但是底线已经出来绿线的时候，也是一个可以进场的点。这个呢，大家可以去参考过往。你看，市场要开始下跌的时候，这个红线其实都是开始逐级下跌的。然后什么时候向上？去突破这个红线，或者底下有了绿线的时候，也就代表新的支撑出现了，新的买盘出现了之后，它才会有新的绿线出现。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多头信号才会发起。所以我现在的话，包括我们这个 SPXL 的持仓，都是引进了这个 AI 的信号量化的这个智能交易指标它真的是很有效的帮助了我们啊，去提高我们的胜率，去判断整个行情的这个趋势性。所以现在我还是看不到风险，还是看不到问题。前一段时间我记得可能会有2个月前吧，有一位朋友说，你天天看涨，那么你有没有考虑过风险？其实这个风险呢，我们的 AI 的信号指标已经帮我们给尽量的在规避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也是在看着 AI 的信号指标在做的。还有再回过头来，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基本上一个最最简单的一个上升势，它没有跌破呀。咱们先不考虑任何其他的所谓的指标也好啊，所谓的形态学也好，就最简单的上升通道它都没破，怎么能看空呢？哪怕就是从这个点，明天一开盘啪嚓跌了，真的跌了 2%， 或者它出现了一个大跌，它也没有改变这个上升趋势。那你的这个交易级别是什么？这就很重要。那对于这个看重这个上升趋势的人来讲，你就算是跌它个1%，跌到18200，它依然在上升通道里。就像这个地方跌的很多，就像这里跌的很多，但是也没耽误再涨上来啊，对不对？所以这地方也可能还会再掉下来，但是这个整个的上升趋势它没有跌破，你就不能说它这个空头要来了。再有就是细节上，就是要配合我们的这个 AI 的指标。那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任何红色的 AI 的这个信号出现。没有红色的信号出现的话，多头的强势还是非常非常有力度的。所以什么时候连续2根 AI 下滑，那就代表调整正在持续当中啊。什么时候再往上去突破绿线也好，或者说绿线再往上抬一下也好，这才是我们进场做交易的这个指标信号。你像前2天就是在这个地方把红线一突破之后，我们也就大胆的进场去跟了这个多头的这个仓位。那所以呢，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做这个 Apex 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我最近呢就引进了一个新的方法。因为之前的话，从2月中旬开始，我就在没有取钱嘛，从 Apex 里面，我们也在不断的反思，就像是这个有的时候仓位实在是开太大了，所以我现在的仓位呢都压的很低。我做纳指呢出手，以前我都是3个起步，3个纳指，8个小盘股，叫行情判断错了的话呢就有问题。所以现在的话呢，我都是2个纳指出手，然后不做其他的仓位，就这样的一个操作方法，然后再配合上我们 AI 的信号指标。所以呢，我现在手里面呢是有40个 PA 账号，那每一个账号的利润呢现在是1307，然后呢我现在所拥有的这个回撤呀还是非常好的。现在已经做了5个交易日了嘛，我们要做到10个交易日。你看5个交易日的利润是1307，其实平均我们每天的利润呢可能也就不到300块钱，200多，250以上，不到300块钱，其实就是平均下来这么个状态。所以我接下来呢还有5个交易日嘛，满足10个交易日我可以取钱。那我觉得1500就不再有回撤了，我每天赚200块钱，5天下来就是1000块钱，我有2300的利润，我取出来个1300，那我可能这个月的单纯的这个取款就已经可以超过4万美元，那这就很震撼了，对不对？在 Apex 上面，我们这个一个月的这个取款，虽然我3月份我没取钱，但是我这一取钱顶之前的2个月，因为我是40个账号嘛，一下子可以取4万美金出来了，我觉得这就挺有震撼力的。我想很多的网友朋友们也都在等我取出来4万的那天，那我肯定也会实时跟大家来播报啊。这个是炫耀也好，还是激励大家也好，总之这是我们的战果。现在呢就1300了，已经1300的利润了，再赚200块钱，我们就已经不再有回撤的问题了。那到了10个交易日，我们就可以往外去取钱了。现在我做 Apex 是比较稳的，不像以前一样去上这个套餐了。因为之前我一买就是3个纳指，8个小盘股起步，每天都是这么个仓。但是后来呢，现在行情这不是日内老是在，因为它波动的太小了嘛。不是那种大的那种趋势性行情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操作就有难度了。所以我现在呢就小仓位，然后呢来回的日内呢做它几个波段，我们换了一种这个游戏的方法，好吧？这就是目前对大盘的这个想法。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只要我的 SPXL 不卖，那么那就代表我对大盘的观点就是继续看涨的。然后呢，现在呢这个 SPXL 呢，我卖的有2个方式，第一个要么30分钟破位向下。趋势向下破位了，要么呢就是加速拉升，我觉得这2个情况下我会去弄它啊。那大家要关注一个板块，就是大麻板块。大麻板块不得了啊，那天暴涨了 68%。 现在呢，从底部开始，大麻的板块呢是涨了 199%， 涨了2倍啊，是上一轮呢是涨了4倍，这一次呢是涨了2倍。大麻股往往是行情里面最后一个启动的板块，什么时候大麻股炒作结束了，大盘的这个回调也就差不多迫在眉睫了，大盘这一轮的阶段性的这个牛市可能就结束了，我们可能要进入到一个比较中期级别的短中期级别的一个深度回踩吧。那要等大麻股炒完，大麻股现在明显我觉得还没有炒完，这个量刚刚起来，这个量已经是密集的超过了上一轮的这个成交量，起得非常非常的猛啊，因为主要就是拜登嘛，国会要求拜登去干预，然后了解大麻合法化的事情。那大麻如果合法化的话，这个涨幅其实还是会大幅度走高的啊。那这个和基本面没有关系，风来了谁都能涨啊。CGC、TLRY、ACB 就把握这么几个大麻的核心板块就可以了。好，然后 UVXY 这边呢也是一个向下深度的破位，所以整体上我觉得呢，大盘的这个大的方向啊还是不错的啊。然后呢，特斯拉这个股票，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呢这个特斯拉还有个 29% 的亏损。就我的持仓也都没有动，不仅没动呢，我前两天还加仓了一个，在这个账号里面，我把 Zoom 止盈了，我还加仓了一下特斯拉。现在这个账号是7万块钱起步嘛，因为特斯拉的亏损现在是6万6啊，就这么个情况，6万4，有一个6000块钱的一个浮亏，因为我其他的股票都是盈利的状态啊。然后呢，特斯拉我呢还是这个观点，特斯拉今天的市值是5600亿美元。我觉得它的市值非常的低，马斯克讲得很清楚，你让我在特斯拉的股份这么低，我没必要搞特斯拉呀，我完全可以自己成立一个新的 AI 的公司，然后我自己来搞特斯拉就完，我来搞 AI 就完了，我为什么要把它纳入到特斯拉里面呢？他就是想要跟董事会要超过 25% 的股权，就这么简单。你们现在董事会呢也已经开始深刻的来讨论他的方案了，想想怎么能让它到 25%。 所以我认为啊，特斯拉这个股票呢确实走得很不好啊，确实走得很差，但是如果说假设说真的是半年以后，哎，特斯拉能拉回到250块钱，我觉得今天的等待是有价值的，是值得的。那么这个月如果我从 Apex 里面取出4万块钱，我会拿出2万，因为留下2万的成本，2万块钱成本，剩下的2万块钱扔到 Robinhood 里面，继续加仓特斯拉，加期权，买2万块钱的，买1万块钱的 Lips， 加1万块钱的股票，这就是我对特斯拉的操作。苹果有过特斯拉的今天 ，Meta、亚马逊、谷歌，谁都有特斯拉的今天。特斯拉只是一场迟来的回调，仅此而已，它没有变化。机器人、星链，Solar City， 然后特斯拉的车，他们完整的形成一个闭环，打造一个产业链，打造一个生态链。我觉得未来的想象空间很大。特斯拉今天的市值5600亿美元，这么高科技的一家公司，你觉得5600亿美元合适吗？今天的 Uber，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跟大家去分享 Uber 的时候，也有很多质疑的声音。但是你看 Uber 今天扭亏为盈了。它已经涨了起来了，而且 Uber 还会继续往上涨。Meta 也经历过 ，Meta 最惨的时候，对吧 ？Meta 最惨的时候是什么情况？都到哪儿了都跌成什么样子了？你能想象 Meta 能涨成这个样子？我想象过 Meta 会涨回来，但是我也没想象过 Meta 能涨回这个样子。那 Meta 在一点一点上涨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就看到开始有更多的利好出来了，就觉得 Meta 非常非常的好。那其实说实话。Meta 在这个位置上面和 Meta 在这个位置上面，它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吗？它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吗？其实也并没有啊。苹果也一样，亚马逊谁都经历过这个这样的一个时间。重点在于你敢不敢 buy the dip， 你敢不敢去逢低买入。我不是在忽悠大家，因为有人说我在忽悠你们买特斯拉。第一，我让你们买特斯拉，我没有任何的利益。第二，我让你买，我不买，那叫忽悠。我买的比你都早，我的成本比你都高，我肯定是不指望你们进来买特斯拉给我解套的，对吧？能让我解套的那得是马斯克，让大家一起解套，让马斯克的特斯拉的董事会去赚钱。所以这个不叫忽悠，这是我再去跟大家去分享。Uber 今天的市值1700亿美元，特斯拉5600亿美元，才几个 Uber 啊？难道特斯拉值这个钱吗 ？Meta 今天的市值1.3万亿，那你觉得 Uber， 你觉得这个特斯拉，我觉得不值个1万亿美元吗？现在的话，国外对于整个这个电动汽车的这个对于新能源啊，能做的基本上跑出来的也就特斯拉了，剩下的不能做的，苹果也放弃了，跟不上了啊，政府还在补助，最后利好的就是特斯拉。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它只能在中国发展了，只能在中国发展了。当初中国和美国在进入 WHO 的这个签订的协议是什么？美国车、国外车进入到中国，中国可以随便加关税，但是你中国车如果出口到国外是可以不加关税的，就零关税，因为当时中国车太垃圾了，没有人愿意去用嘛。今天中国车可能我们觉得中国新能源汽车可能变好了，销量厉害了，你看看它到国外加没加税，一样还是加，这个规则有的时候该翻脸的时候也得翻脸，它不会让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销向国外的。它对海外的特斯拉的这个影响其实是比较低的。然后呢，再有这个特朗普一上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车的关税全部加100%，就中美现在的这个关系已经就是一个脱钩的关系，不是脱钩的关系，就是就差动手了，就是这个情况。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就是说到2025年。所有中国的国企不允许再用 Windows 系统，因为呢，我最近有一个信息化的一个项目啊，我有一个信息化的项目呢，就是对于国企的这边的这个操作，他们是要求我们已经开始用麒麟的系统来写了，就是现在所有新的信息化的东西都必须是用国产的语言在写，到2025年，所有现在还在用 Windows 系统的都要换成麒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的问题不是你英伟达要不要把你的产品卖给中国，不是你的 AMD 想要限制中国，完了以后不让中国去拿这么高性能的产品，是中国现在干脆就不用你的了。所有的上市公司，所有的国企得到的接到的命令就是，我不管你华为好用还是不好用，当你要用的时候，先买华为的芯片，就要用华为的，国外的他们不出高性能的，我们也不买，这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就是中美的这个脱钩，其实最后的话，我觉得在很多的这个产能上面，大家还是要去着重于海外的这种产能啊，这些我觉得才是更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未来呢，特斯拉会凸显出来的啊，因为刨掉中国新能源市场，其实特斯拉竞品还是比较低的。再有一家成长性的公司，它是会不断推出产品的。大家不觉得特斯拉现在缺车型吗？特斯拉现在缺一款没有后屁股的，可以去竞标 Prince 的这款车型。它缺 Model 2 也正在发展过程当中，而且 Cybertruck 才刚刚上市， Cybertruck 的销量会打爆福特的，打爆通用的，我在同等价格下，我是这么认为的。或者打不爆也会削弱很多市场的份额。这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了，而且本身特斯拉所对标的用户群体，它和通用还有福特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呢在今天再稍微的讲一下我对特斯拉的这个观点。其实我看中的并不太是估值，我看中的也并不太是这个价格的这个问题，我更在意的是它整体的想象空间。我觉得呢还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用一段时间以后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今天我们在可能大家都不看好特斯拉的情况下，我们对特斯拉的这个交易是不是一个合格的投资，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我说今年能把特斯拉这个股票做好，可能就很不错的这样一个选择。那我呢会身先士卒，不断的再去对底下的特斯拉进行不断的去加仓。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很快啊，也许过些许时日，马斯克增持的消息就会出现， Model 2 的消息就会出现，星链和特斯拉的结合也会出现，机器人可能会有更大的消息利好释放。其实特斯拉的股票想涨，只要给到马斯克足够的利益，发几条推特的事儿嘛，对不对？好，特斯拉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英伟达呢，这个股票呢已经突破了，已经向上去突破了。这个我也是跟大家讲了，英伟达的估值高吗？不高，现在的它的 PE 35倍，叫它现在的这个利润率来看，它的 PE 35倍，英伟达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地方大的箱体整理，我们之前讲850不跌破，还是继续看涨。那这个时候大家看到没有，我们的 AI 的信号已经在不断的上移了，这就是强势。涨到这个地方之后，它已经突破了前面的这个高点，已经突破了这个高点了。这个地方 AI 又上移，这就是个看涨的信号，还得继续涨。周末的时候，英伟达公布了消息，要拆股，没有明确啊，但是黄仁勋说我们已经开始考虑拆股了，为了让员工们可以更好的去买这个股票。英伟达一拆股的结局是什么？只有一个，就是涨，所以至少1000块钱以上，至少1000块钱以上。但是有但是是什么呢？不管它到没到1000，我们要尊重 AI 的信号，当这个 AI 的信号跌破，要止损，要离场。这就是现在 AI 的信号给到我们的。英伟达很好，英伟达一定会上1000，上1100，它的市值去3万，甚至说变成这个全球市值第一的公司，那是长期的角度上，那是长期的角度上，这个不是我们 AI 信号干的事儿。AI 的信号是告诉大家，短期英伟达如果向下破掉了这个点位，这个点位现在看起来是907， 900吧，如果破掉了900，英伟达就不能再留了。它就短期它就已经破位了，那就可能回调到这个地方，完了再去1000块钱的事儿，那都是后话。所以想好交易级别，你是做什么个交易级别，长中短这几个级别，大家给它想清楚。好，这是英伟达。那我这个礼拜呢做的最好的股票是 MU， 因为 MU 暴涨嘛，借助了这个业绩 ，HBM 方面的这个业务增长确实是非常强劲。MU 呢也是近2年来首次的扭亏为盈，都非常好。一切都非常好，美股里面的这个一样。其实因为我最近做自媒体嘛，做自媒体的话呢，每一个平台的评论区都是不一样的。Twitter 有 Twitter 的评论区，然后那个附图 Momo 有附图的评论区，然后呢，小红书、抖音都各自不同啊。就是每一个平台的用户群体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往哪个平台上传什么视频，得到的效果回馈是完全不一样的，很神奇。就是每个平台用户的认知它是不一样的，有的平台它是在跟你讨论，有的平台它是在 diss， 有的平台是在赞扬，有的平台纯小白他不懂，很神奇的这样一个市场行情啊，这个自媒体的这个现状。那 MU 呢，因为之前有过一个视频，也有过花旗的报告，我觉得这已经很清晰了。那扭亏为盈， DRM 销量需求在增长， HBM 销量需求在增长， HBM 绑定英伟达同时销售，兼具利润率和需求，都摆在这儿了。花旗的目标价150，但是我没那么高，我觉得呢，在150往下一点涨到120、125，我就很开心。所以我觉得 MU 依然可以向上看涨，目标125。好，讲完了这些之后呢，还有什么可以咱们再分享一下的啊？比特币，好，我们再讲一下比特币。比特币呢出现了这波向下回踩，我对比特币的仓位呢，这一波呢我是完全都没有任何操作的啊。比特币在上两轮牛市当中单日回调 20%， 简直是屡见不鲜，很正常，很正常。这一波比特币坦白讲还没跌呢，这哪叫下跌呀？这哪叫下跌？从最高点向下，最高点向下才跌了 17%， 以前我们先跌个 5-6%， 跌个 10%， 啪嚓一天单日跌 20%， 杀出极限再向上往上反转，这比特币差远了。30分钟这个时候用 AI 的信号，第一我们向下，这时候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 AI 信号怎么用啊。这个地方下来之后已经出现了这个底部下来之后绿线已经上来了，这就是可以做多的信号，这就已经可以做多了。但是呢这个地方做多的胜率呢不高，为什么呢？这个 AI 信号可以当做一个止损点，如果比特币掉下来跌破了这个 63,460， 还是要止损，可能还要继续下跌。如果恰好你看这个 AI 的红线也往下挪了一下，那这就是要看跌，还是要进一步看跌的，跌到哪 AI 会告诉我们。如果你现在想买的安全一点，稳当一点，胜率高一点，就是把这个红色的 AI 给它突破， 66272。如果这个红色的 AI 突破之后，恰好绿色的 AI 也跟着往上移，那好了，整个的这个大盘的行情就起来了，你就可以去进一步的向上去看到这个整个比特币的这个行情了。行，所以我今天呢跟大家去分享了一下，在整个这个比特币大盘美股大盘的观点，然后呢我喜欢的特斯拉的这个走势，我的想法，然后分享了英伟达大家关注的这个产品，然后再讲了一个我看好的这个股票，然后呢最后再跟大家捋了一下比特币的我的想法啊，就是比特币我的想法大方向这轮没涨完，圈内的共识比特币会涨到10万，这一轮会直接破10万，这是币圈里面的比较有的一个共识，但是你说能不能是 who knows 谁知道呢啊？从4月份之后，比特币减产完之后，比特币的挖矿成本将会达到3万4左右，非常牛逼的用了英伟达产品的大型的规模的这种管理平台，可能能把价格压到3万块钱左右。现在比特币的挖一个矿啊，使用2线梯队的这个矿场的，因为使用1线梯队的矿场的人很少，基本上就是还是牛逼的美国人他们在掌握的，他们用英伟达的产品很牛逼。2线的这些东西，这些人呢，比如说这个用的蚂蚁啊，用的比特大陆、比特小路的这些产品，这算是比较偏2线的这些东西，他们用的这个产品的挖矿成本呢，大约是在$17,000。这也是为什么比特币上一轮可能跌到个2万块钱左右，它就没跌下去的这个原因。因为再跌破挖矿的价格的话呢，这个行业里面可能就会走一个衰退。而现在比特币，朋友们，美国人牛逼啊，指哪打哪，就比特币现在已经被美国人掌握在手里面了。那比特币你看说拉就拉，这回直接干到7万块钱，是真涨啊！所以呢，挖完矿之后，比特币的成本在3万4，3万4的比特币如果跌破5万块钱，就应该是闭着眼进场，就应该是大幅度进场，跌破4万块钱就应该是闭着眼进场。我只能给大家这么一个大的方向啊。局部上现在属于炒作比特币，这个位置的比特币你还谈什么长期价值，还谈什么长期投资？比特币2万块钱的时候你不谈长期投资，现在涨到7万块钱，你要谈长期投资，那不割你割谁，对吧？你这个位置上，咱们就不要谈说比特币这轮还能涨到哪儿了，我想长期持有比特币啊，就告诉你这能涨的，夸夸夸几天就能涨到这个7万6。对你长期投资来讲，你是长期投资吗？不是。所以你现在一定要想好，你到底是长线，你还是怎么个级别？你要是说短线炒一炒，那就看着我们的 AI 的信号或者做着技术分析去做。你要说长线，这个地方还谈什么长线？再长还能长哪去？也就差不多了，这就比特币啊，这就差不多了。就是这个从周期的角度上来讲，你看这块上涨的这个幅度，就这么一手溜。真正的牛市行情就这么一手溜。你看现在其实也就这么一手溜，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漫长的一个横盘整理，2个横盘整理，可能这块有那么一个第3个横盘整理，也是必然会有横盘整理之后进入到一个漫长的下跌行情。只不过这个下跌不知道是从哪开始，也许是从8万，也许从10万开始，进入到这个熊市状态。这个位置上，从牛市的周期来讲，比特币已经进入到牛市周期的中末端了，这是共识，大家一定要心里做好警惕啊！因为我已经认识太多的币圈里面的资金量大的人，准备10万块钱以后出手了，但是我真的不敢保证这个币能涨到10万块钱以上。所以呢，我这个我指定10万块钱以前我得先离场啊，所以我看不到10万，然后我可能会参与一波币圈的一倍杠杆的币圈熊市的做空，然后呢5万块钱以下重新开始定投比特币，这是我整体对于币圈的大环境和大思路。今天我觉得做节目做时间挺长的，因为我平常实在是确实是有点忙，然后呢就周末的时间比较充裕，所以今天呢也跟大家啰嗦了一下，讲的会稍微的比较多啊，大家不要嫌麻烦。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对我的关注，好吧？然后我现在呢每天呢在 VIP 的这个我们的直播时间段还是正常的，没有变化。如果收盘节目呢现在做的确实是少了很多，那如果大家想看到我们及时的分析分享，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微信就扫这个二维码 ChineseFN2022。然后电话是800-958-8561，好吧？啊，祝大家周末愉快，交易可以盈利，我们下期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本期节目，我是汤姆森。刚刚过去这一周呢，美股其实是表现非常出色，三大股指集体再创历史新高，也是打破了过去一个月以来的这样一个僵局。主要原因呢，还是要看美联储啊。美联储在本周三的这个会议上是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并且呢上调了今年的经济和核心通胀的预测。利率和就业市场基本保持稳定，但是呢，备受关注的美联储点阵图维持了今年将降息3次的这样一个判断。并且呢，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就是 FOMC 会议后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重申了今年降息的观点，认为今年的通胀数据并不会影响物价回落整体趋势。这也是我们之前一直说的啊，不管市场进展如何，我们距离降息其实是越来越近了。也正是在这样一个预期之下呢，就是黄金创下了历史新高，而美股三大指数也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呢，这样一个狂欢可能并没有持续太久啊。在就是周四和周五呢，受到美元指数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反弹的这样一个影响，因为美联储还是上调了今年的这个经济增长和通胀的预期。然后短期呢，美元指数和在经历了一个短期的回落之后，是再度的反弹啊！美元对很多国家的货币对是创下了近期的新高。受这样一个影响呢，在周四、周五，美股三大指数表现相对比较温和，或者说出现了一个涨势暂停的迹象。毕竟呢，在就是出了新高之后，投资者的这个情绪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更为重要的呢，是美股的这个增长的引擎科技巨头也是遭到了一个比较重大的打击啊。首先呢，是苹果要遭受就是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调查。欧洲呢，在就是全新的这个就是数字税的这个法律确立之后呢，也是对苹果要和谷歌要进行这样一个反垄断的调查，导致呢这两大股指，尤其是苹果，在周四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下跌，并且呢也是影响了投资者对于整个科技板块的这个偏好，也是本周涨势暂停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呢，到了周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市场呢，其实就是风口又重新回到了半导体。芯片巨头英伟达在就是新的芯片发布会的这样一个带动之下，股价再度逼近历史高点。其他的一些科技股，比如说像高通啊，还有博通啊，表现是非常的出色，是逼近了近期的高点。可以说，这是市场的风格，目前依然不会离开，就是人工智能太远，或者说市场风格并不会，偏移出人工智能的这个方向。但是另外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就是美国的零售行业可能出现一些小问题。具体表现就是，比如说零售巨头 Lululemon， 还有就运动巨头微软呢，是发布了。虽然是业绩报告还是比较强劲，但是这两家公司的业绩指引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都是预计年内的这个销售可能会出现放缓的迹象，因此呢，这两家公司都下修了业绩指引，并导致股价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下跌。当然，另一方面呢，还有一些比较可喜的现象，比如说 FedEx， 这样一个快递巨头呢，虽然说它的财报表现平平，但是这家公司呢，还是愿意用斥巨资来进行股票回购，带动股价也是创下了年内的新高。下周呢，因为美联储利率决议已经公布，到了月底这一周，我们就更加需要关注的数据就是 PCE 物价指数，这也是美联储最为关注的这样一个通胀数据。我们也非常的需要知道美国的通胀回落的这样一个趋势是否会继续下去，而且呢，就是在利率决议之后，更多的美联储官员将有望出来发表他们的这个观点和态度，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从中窥探一下美联储内部对于货币政策的这样一个观点和态度的一个重要机会。好的，本期节目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好的，大家好啊。欢迎来到这个每周预测啊。那么今天的大盘，实际上啊，我认为是全周表现的比较差的一天。今天呢也是交易量比较的萎靡啊，所以呢我们大盘也没有表现的很好。今天的这个周五走完以后呢，我是觉得大盘算是比较危险的，好吧？在鲍威尔的这个风险落地以后啊，昨天连续2天给了一个盘中的这个冲高啊，但是呢，最终是没有走出新高啊，最初在盘中时间回落了以后是没有重新去尝试突破。那今天留下的呢，同时也是一个漏，那会不会下周回来再次尝试去走强啊，这个不得而知啊。但是呢，我们从30分钟来看，目前还是在一个回调的区间里面。我认为呢，这一轮的一个上涨呢比较的吃力啊，再次冲高突破的一个几率比较小。如果我们能再回踩的这个，再把这个缺口补上，或者说5日 MA 跟上以后回踩以后再重新以蓄力的一个状态回踩以后再来啊，可能会好一点，好不好？所以呢，我的这个评价是对下周是先去看跌的啊。下周呢也是一个短周，那短周的一个行情可能就在这个月线上啊去做一点点的一个修正也不奇怪，是吧？所以呢，我们保守一点，还是先去看跌下周的一个行情。30分钟呢，等到我们走好了，确认了。有走好的一个动作了，我们再去在这个富豪节目里面再去做这个每日的一个更新啊。目前就只给一个看跌的一个观点，好不好？那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观看，也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节目再见，拜拜。好，大家好啊，今天是3月22号周五了，又来到了每周华尔街专栏预测节目啊。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本周呢3大指数呢，由于这个美联储的鸽派的言论呢，在周3的时候呢，市场呢在整个的一周来看呢，是全线的一个上涨。我们以 QQQ 为例，本周呢是上涨了 2.87。那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这个老王在上一周给大家的预测啊，看看这个老王上周的预测对不对。那么我们来看一下6点6分19秒。上周我讲的预测哈，上涨走到这儿，走到这儿，现在就是一个大四浪，但是这个也不像这个四浪了，这个应该不对了哈，因为这个不是大一浪，这个是应该如果是3浪，1浪应该不在这里，这个可能是错的，因为这个4浪呢把1浪打穿了，这个不是4浪，啊，那么我们要回头再去看，但是现在这个3浪这个4浪，我们可能会走出一个5浪的一个走势。啊，会走出一个5浪或者继续下跌。那么现在这个走势来讲的话，啊，不是特别的，像 Nvidia 今天早上的时候呢，走得非常非常的强。如果说5分钟的图，它今天还是保持升势，但是尾盘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市场的影响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跌。啊，那么总体呢，我来总结一下，就是今天呢尾盘呢咱们走了一个头肩底，试图向上突破，但是尾盘呢在这个颈线突破之后呢，好，那么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呢，就是来说一下上周呢我们说整个的大盘啊应该走一个5浪的一个走势，对吧？那么果然呢本周呢市场呢没有跌到430啊，没有跌到430，因为本周周一呢是高开了。然后回抽继续往上走。所以我们的确呢是走了一个怎么样五浪的一个走势。那么现在来看呢，是走到1、2、3，然后4，然后4呢，今天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尾盘呢道琼呢跌了300多点。一方面呢是因为 Nike 道琼组成股它的业绩呢昨天非常的糟糕，还有 Lululemon 对吧？那么引发了大家对美国市场的一个担心。第二呢，我们看到美元呢连续多天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强大的走势。一方面，这个瑞士央行突然减息，对吧？英国的8个票委呢全部投票反对加息，说明欧洲的这个经济情况呢要远远落于美国，造成了美元成为一个救命稻草。第三点呢，昨天晚上的时候呢，中国人民币出现一个7.25的一个贬值，然后造成了中国的股市呢也出现了一个下跌，所以美元上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今天市场比较特别是蓝筹方面比较疲软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今天这个莫斯科发生了爆炸，当然这个盘后呢，这个有伊斯兰这个 ISIS 呢就出来说，哎，我们这个对这次负责。大概40个人死亡100个人受伤。对这个射击事件呢，因为 ISIS 呢上一次呢也是在法国呢搞过这个妓院里面大屠杀所以这个事情呢反而是一个利好，因为这说明不是乌克兰组织干的乌克兰干的，因为最近俄乌战争呢又在升级，好像所以总体来看，我们今天尾盘呢这个道指呢是非常的弱但是呢纳指呢是 OK 的。那么对于下周股市呢，我认为因为3月26号是时间之窗，所以咱们呢这个是大一浪，所以下周呢我们在3月26号，也就是周二上下一天呢，我们可能是周3或者周4，我们会走出一个大五浪的一个走势。然后呢，同学们呢就问这个大盘会不会怎么走？那么我们呢就可能会走一个怎么样 ABC 的一个回抽VBC 的回抽，所以我们可以从高位呢去开始做空它，对不对？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 Nvidia。Nvidia 的话本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就是我们在5分30秒呢曾经讲过 Nvidia 的走势，5分30秒。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美联储的这个会议那么周二的时候呢，日本当地时间呢，日本央行也会公布会议，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的关键。那么 Nvidia 现在今天呢试图呢在这里呢走完五浪 ABC， 试图拉回来，现在还是一个怎么样一个继续的一个盘整的走势。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QQQ 它还是一个4浪的一个回。好，关于 Nvidia 呢，上周呢我们也讲的非常非常的精确就是说 Nvidia 呢在这一波呢，因为它这个是820对吧？然后呢走到这儿我们开始走出了一个五浪1212，下周呢还是要往990到1000来走，因为呢它的这个五浪的升势呢应该是高出。这个971我们预测呢大概到990到1010左右，因为高盛呢在这一周的 GTC 会议当中呢曾经说过 Nvidia 在 GTC 会议之后呢将会走向1000块钱，全年的目标呢将是在1900，好像1800还是1900，93% 的涨幅，对吧？所以这个 Nvidia 呢下周呢，我昨天在咱们的节目当中讲过会涨到连续涨3天，涨到冲1000块钱，是吧？所以这个是 Nvidia 的走势。那么我们也来说一下这个收租的情况我们连续8周呢已经收过超过8000块钱，所以这个呢是我们有同学说老王我曾经被扣过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水平。为什么我们是说我们是属浪呢？因为我们要把自己的技术呢做到最纯化。我们现在也配合了 Chat GPT， 待会儿我们跟大家讲。那么对于下周 Nvidia 的走势呢，我认为冲到1000呢，我们会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啊，会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啊，所以这个呢，请大家注意啊。下面呢讲这个 Tesla 啊 ，Tesla。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于 Tesla 的视频，我们两个视频都是讲的非常非常对啊，7:7:50，这个我给大家啊专门做了一个功课啊，这样就不大会就是浪费我们太多的时间哈，7:50，来看一下。如果走出1、2、3、4、5的话，那么这个呢就要小心了，会不但是 UVXY 这个还是我们下周五再来回，是关于特斯拉的咱们的预测哈。今天我们的这个图全部拿掉以后呢。我们发现这个钠，好，这个是我们对钠酯的分析哈，对我们对钠酯的分析，这个图呢，我们还是要拿给大家看，这是过去上的一个历史哈，因为从这个钠酯的这个日 K 线的走势来看，我们呢现在离三浪的高点都没有，也就是说我们在大三浪走完以后呢，会走一个四浪，也就是上我讲的本下周。3月26号时间之窗之后呢，我们将走一个四浪，然后再去创新高，啊，再去创新高。好，我们来继续看特斯拉。三浪的大三浪的，啊，如果我们走到这个五浪的，那代表这个行情已经结束了。但是从现在来看，只是长征路上的一步，啊，只是长征路上的一步。Nvidia 还是要继续。以后呢，出现了一个下跌，下跌完以后呢，昨天走了一个 ABC 反弹，但是没有达到价格满足，继续往下走。所以特斯拉的未来的预期呢，还是啊，我个人认为从 Daily Chart 应该会跌向前期低，在152左右。好，那么我上周呢也准确的预测了特斯拉。上周呢有一位朋友号称我只能把它规范为喷子，因为他说。啊，老王叫他去这个做空特斯拉，结果他被打爆了。那么大家就问他：“你这个特斯拉不是明明啊涨了吧？明明跌了吧？为什么你会被拉爆呢？”说明这些朋友呢，就纯粹是一个喷子。那么特斯拉的走势呢，我认为从 A、B、C 的角度呢，应该会跌到这个160.51，也就是非常接近这个点位，然后出现一波反抽。这个还是一个熊市反弹，绝对不是。啊，大家请注意，这个绝对不是牛市的开始，恰恰是一个熊市的反弹。如果我们要买的话，恰恰是一个 ABC 的反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还再说一下微软。好，这个 Nvidia 呢，我们上周呢周日的时候呢，我也给咱们会员呢准备了一个就是说一个买进的一个交易的策略哈。但是呢，我们看到呢，当时呢周一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跳空的上涨。虽然有所回抽啊，但是呢，这个特斯拉虽然回抽以后呢，走完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 A、B、C 啊，打到这儿，可惜呢没有打到180这个位置，而且没有到这个压力点。今天呢，特斯拉出了一条新闻，就是关于上海的工厂呢减掉工时，因为说明特斯拉这个供应呢出现了一个，就是说需求呢出现了一个问题。啊，所以特斯拉呢，今天是一个跳空的一个下跌啊。短期呢，我们看到它的 A、B、C 结束以后呢，今天的这个熊市反弹呢，将会引发它会继续创新低。那么大家要关注下周就是4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可能会出来的一个出厂报告啊，就是一个出货量。那么这个出货量呢，无论是好是坏呢，我认为特斯拉都会出现一个。熊市的再度的一个反弹，因为如果说出的报告远差于华尔街预期，其实它的股价呢，由于在前期呢，从这个接近200块钱呢，已经跌了非常非常多了，所以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反抽。如果好于预期，那就是完全是利好方面的一个兑现吧，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上一周周一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两条新闻。就是关于 Model Y 的涨价，这个给投资人一种错觉，啊，觉得啊这个特斯拉的车子啊供不应求了啊，其实呢这个也不一定，对吧？第二呢，就是拜登政府呢加强了对这个碳中和的一个需求吧，那么要求，那么这使得大家觉得啊是不是一定要增强这个对特斯拉的电动车的一个需求？这也不一定啊。那么中国的今天的这个数字呢，给了大家一个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暗示呢，就是特斯拉的供应呢将会像 Nike 一样，像 Lululemon， 因为昨天 Lululemon 也是跌的非常的多啊。现在除了吃以外呢，啊这个一呢这一块呢是不行的，大家可以看到 Nike 啊 Lululemon 啊，是吧？那么特斯拉也是作为出行的这个帮助工具呢，也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萎缩啊。那我们看欧洲的整个的局势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在今天呢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上涨呢，是 Canopy Growth。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 Canopy Growth 是一个，它背后呢是一个酒庄啊，它是一个STZ 星座集团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如说 Corona 啤酒，墨西哥西班牙人的这个啤酒，还有加上一号，咱们美国一号的红酒，美国一号是美国最贵的红酒，对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 CGC 是被这家公司持股的。然后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CGC 呢，今天呢出现了接近70%的一个上涨，而且它的这个成交量呢是非常大的，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整个的一个大麻板块啊。那么下周呢，我也会开始给大家整理在我们的这个 VIP 群，因为我现在通过这个 Chat GPT 的给大家做综合的分析，一个是 Chat GPT 的 3.5 和 Chat GPT 的 4.4